大家好，我是西曼船长，今天带大家现场体验巨轮起锚。我现在就是站在这锚链下边，你说这么长的锚链，对吧？它直通海底，那头呢还连着一只锚，它有多重呢？你看啊，我们船上用的是大抓力锚，铸钢的，单个锚重16吨，那两个锚当然就是32吨了。再来看锚链，全长770米，总重222吨。这个是总重啊，它我们是分左右两条锚链的，所以我们简单算呢就除以二，对吧？所以单条锚链重量就是110吨，再加上锚一共是126吨。所以啊，一会儿我们就要把这126吨重的锚和锚链啊从海底拉上来，我们靠的就是它，锚机。我们在去现场之前呢。给大家看一个这个起锚的原理，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动画。这个动画呀，我也是费尽了心思，头发都想白了好几根儿。我就是想让大家更好的理解，在现场看的时候呢，更能看出一些门道来。先来看抛锚，你看这锚抛下去啊，就到达海底了，然后抓住，船呢就被定住了。那锚是怎么抓住海底的呢？首先，这个锚爪依靠自身的重力，那就会陷入到海底一部分。随着这个锚链往后拉呀，这个锚杆跟锚爪就会张开啊，成一个固定的角度。随着这锚链继续向后拉呢，这锚爪就会越来越深陷土里啊，就插进土里去了。最后呢，就抓住海底了。起锚的时候啊，正好相反，你随着这个锚链的回收啊。这个锚链跟锚爪还是一样，最大开合角度呢就达到40度左右啊，开到这个角度呢就不能再开了。这时候的这锚爪呢就开始受力，就像那个犁地一样，那锚爪最终就会翻出海底啊，破土而出，这锚啊就算起来了。看一下啊，这是起锚的动画演示。动画看完了，走，我们去现场。这现场到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进入危险区域了。这次抛的是左锚，等一会儿呢就要起左锚了。但是我们今天啊，尽量用右锚来讲解、来模拟，因为左锚正在使用中，我们尽量不要去碰，为了安全嘛。我们看锚链啊，从锚机上绕过来，然后呢，通过制链漆，这红色的就是制链漆。制链漆的作用啊，就是把锚链卡住用的，防止锚链脱落。再往下呢，就是锚链孔，锚链往下直通海底，连接着锚。左边的锚机呢，也是一模一样的。绕过锚机往后边呢，就是操控台了。我们看有两个转盘，一左一右，非常明显。这就是锚机的刹车，起锚的时候啊，我们就要把它打开。船上有一个左红右绿的原则，如果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呢，那左边呢就要把它涂成红色，右边的呢就要给它涂成绿色，以示区分啊。因为航行灯啊就是左红右绿。再往这边啊就是操控台，这个很简单啊，打开电源之后，你往前推呀，就是往下放锚链，你往后拉呢就是往回收锚链。这样我们就明白了，等一会儿起锚的时候呢，先打开刹车，然后往回拉收柄，这锚啊就起来了。你看多简单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怎么知道抛了多长的锚链下去呢？这锚链的长度单位是节，一节等于27.5米。你比如我们现在抛11节下去，那就是从这个位置啊往下，长度为11节，11节乘以27.5米，那就是302.5米。每一节啊都有标记，你看到那个红色的链环了吧？从红色链环往下数或者往上数啊，这都随便。有几个白色链环就是几节。你看现在是11节，那就是说从红色链环，我们比如说往下数吧，往下那就是有11个白色的链环。所以啊，我们抛锚或者起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用通过数白色链环的方法来计数的。我们介绍的也差不多了，哎，还有一样，我带大家看一看啊，这锚抛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。你看，这是左锚，这就是抛锚状态。
们对比一下右边，你看右毛没抛下去，就挂在这毛链孔上。刚才啊，我们算过了，抛了11节，11节呢就是302米，那减去露出水面这部分呢，我们就算20米吧。也就是说，在水下呀，有280米长的锚链啊，并且还连着一只锚。等一会儿呢，我们就要把它从海底绞上来。哎，就说话这功夫啊，大副、水手长他们都已经各就各位了。你看这水手们啊，都已经开始松开刹车了。这时候水手长过来指挥他们呢，各种准备工作。这水手长还跟我打招呼啊，我说录像录得太专心了，没听见。这两个水手呢，就把制链器打开了。这电器啊太重，需要两个人呢才能把它搬下来。随着船长的一声令下，就开始起锚了。锚链呢一点一点的从海底被拉上来，通过锚机。这是锚链孔，一边往上绞呢，一边高压水啊就在清洗，因为锚链啊有可能就把海底的泥带上了。巨大的锚机啊，就把锚链一环一环的绞上来。这是锚机的背面，绞上来的锚链堆放到哪去了呢？啊，原来是往下送，送进锚链舱里了。这个就是锚链舱，在我们头顶啊，就是刚才站的位置。船头甲板下面啊，是一个巨大的库房，叫水手长库房。你看这两个锚链舱就在水手长库房里。这是左边啊，你看刚才这锚链啊，就是通过锚链孔、锚链管、锚机，然后一环一环的送到锚链舱里去了。这锚链舱很深哈，下面还有呢。右边也一样，通过锚链孔、锚链管、锚机，然后到锚链舱，就是这么两个锚链舱啊，在里面堆积了770米长的锚链。好，我们回到上边，回到现场。水手长啊，在一直在不停的搅。我们看这海底的淤泥啊，已经带上来了，说明快了。来看看还有多少节。还记得我教给大家的方法吗？你看那个红色的链环，往左边看，1、2、3、4、5，5个白色链环，对吧？说明还有5节锚链在水里。我们已经搅上来一半多了啊。持续不停的搅，这锚啊快出水了，我们去看看。提醒啊，这是危险动作，切勿模仿。锚应该很快就出水了，我们已经看到锚杆了。锚出水了。期待的这一刻终于来临。最后呢，这个锚呢，成功收回。大副呢，就向船长报告。这水手们啊，也进行最后的一些收尾工作。我们船啊，也就继续航行，驶往目的地。巨轮起锚全过程结束。好的，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